上次讲到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战事频密，断断续续打了将近有成廿年，川西川北的官军和金川土司沙罗宾的部卒两军对垒，隔着那几百里的沼泽地耐不中打仗，附近以贩运盐粮茶马为生的汉人和土著回民藏民呢，出逃的出逃，迁走的迁走，拆京自东西打横300多里，除了兵营仲是兵营啊！我啲村庄房舍咧冻歪西倒，乌烟瘴气。咁呢日有一班骑兵跑到去拆京自嘅门口，带头两个军官就滚鞍下马，将马鞭同缰绳咧调俾随从嘅亲兵。见到中军门官就迎上嚟话啦。嗱，经略相公同将军们两个人喺度商议紧事情，请海南察军们同少尉军们去后见厅暂时休息听令啦。系，各位叫海南察嘅青年军官行礼，答应咗声，拧转身就对同埋嚟嘅军官少少讲：少尉啊，后见厅呢阵时实坐满人噶啦，嗰度好多都系烟囱，我最怕闻嗰阵烟味啊。如果你去咧，你就入去先。呢阵时外边咁干爽，不如晒下太阳啊，顺便晒干下啲衫先嚟。少尉就话啦：，你都觉得入去闷咗啲啦，仲叫我入去先，搵笨啊你！我喺外边晒下太阳先。嗱，呢两个军官啊，约莫32、33岁到，个头亦差唔多，又都好中意着红色嘅战袍，骤眼一睇咧，好似孖生兄弟咁嘅。咁因为佢两个平时相处得好好。打仗出差的时候就形影不离的，又住埋一个大帐篷，管住征剿大军的粮仓，一正一副两个总粮管带嚟，又都是副将衔，一样爱兵如命，所以军中有红袍双星将之称。但其实他两个是门第出身，性情相貌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少尉这个人就清清瘦瘦，神情冷峻，海南察的身材就比少尉略略肥啲，性情开朗。呢阵时，佢两个企喺察京寺门口嘅石阶度晒太阳，少尉就闭目养神，海南察咧就好似只马骝咁，多手多脚，咿咿喐喐。过咗阵间，佢睇见少尉定晒眼咁睇住寺庙门口支旗杆上高嗰面碎旗。咁岁旗度啊，收住六个大字：苦远招土士立。海南察就攞手指督阿少尉嘅小掩，就话啦：喂，做乜嘢啫？好似咁重心事咁嘅，睇住嗰面旗做乜嘢啊？眼都唔眨下。只见少尉都出力呻咗啖气：唉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系担心我哋嘅大粮仓啊！大粮仓离小金村咁近，中间先隔住100多里嘅草地，从成都运嚟100斤嘅粮食，要耗费15斤啊！如果粮食俾沙罗宾抢走咗，一反一正就系30斤，咁你话呢场仗仲有冇得打？海南察收起啲微笑，耷低头谂咗下，先至话啦：成都嘅粮食呢？亦都系两江湖港调嚟嘅，不过就唔喺军费度支出咁啫嘛。柯贵原来喺度嗰阵，我哋就唔使操呢个心啦。而家佢远走高飞咗，坐镇古北口嘅建牙将军，留低我哋嚟应付呢两个大炮和。嗱，海南察讲嘅两个大炮和咧，当然就系指立亲同张广士啦。张广士咧。原本是雍正朝府院大将军年羹尧手下的一员大将，因为脾气性格暴躁同主将不和，就改拨四川总督鄂中琪指挥。年羹尧在青海一场战役打败了罗布壮丹真，20多万准噶尔蒙古兵溃乱，散开晒各地嚟据守。雍正皇帝就下诏由鄂中琪带兵嚟消灭啦。张广士由从番就带2000人马策应鄂中琪嘅主力，共州含府一路向北，
竟然是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擒敌三万。从此他就发起了晋封为云贵总督。咁到雍正四年，云贵改土归流，两省嘅苗民就揭竿而起，串串起火就树树飙烟。雍正嬲起上嚟，就撤咗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鄂尔泰嘅职，由张广士出任总督啦。张广士以五千孤军，三个月攻占咗七十几个苗寨，唔使一年半就荡平两省嘅半民。以咁嘅功勋，张广士就晋位侯爵，节制云贵两广川鄂六省驻军。从此佢个威势啊，喺大清开国以嚟，除咗年羹尧就再冇第二个啦。啲人喺私底下就叫佢做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但系咁样一个打咗成世胜仗嘅大将军，嚟到川西藏疆之地就连气大败亏输。乾隆登基以嚟，为咗打通入西藏嘅道路，先派大学士庆福进击盘踞上下尖对嘅班衮部落。上下尖对呢，只系一个弹丸之地，就好似内地嘅一条大啲嘅村庄咁啫。嗰、那个庆福呢，居然打咗两年，耗资百万，只系攻占咗两座空城，仲要大军镇守。班衮就潜咗入金川，挑拨啲藏民反叛，反而令到战火蔓延川西，几乎殃及青海。乾隆就勃然大怒啦，赐庆福自尽，由张广士主掌军事，进驻金川地域，以十五万嘅精兵三路夹击，但咁都冇损叛匪沙罗宾嘅一条毫毛，只系探明咗庆福假冒军功嘅劣迹，中咗诱敌之计，被围困喺小金川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好啦，庆福被刺自尽，张广士呢亦落咗个戴罪立功嘅处分，喺大营度帮办军务。嗰、那个立亲嚟到嘅时候就更加有意思啦，佢系乾隆嘅首副宰相，军机处嘅第一孙力大臣啦，仲系康熙孝成皇后嫡亲嘅侄孙，位置仲喺权势炙手可热嘅当今国舅傅恒之上。啊，好地地一个太平宰相天皇贵胄，会突发奇想嚟立功封侯，主动请缨嚟到平金川。咁帮办军务嘅张广士呢，就趯咗去成都就炸帝养病啦。下边嗰班将官呢，都系佢带咗几十年嘅骄兵悍将，又边度睇得起呢位白面书生呢？喺察京寺大营几次会议，都系立亲喺度唱独脚戏。嗰啲将官对佢呢恭敬有礼，但唔系咿咿哦哦咧就叫苦连天。粮草军饷车马之重。样样事呢日日都要同呢个主帅扯皮，竟然指挥唔喐喎。咁千请万请，亲自去到成都呢就搬返张广士呢个老帅回营。嗱，呢两个人呢，一个雄心壮志腹无良谋，一个是败军之将就夹硬充当诸葛。军中大小将官呢都喺私底下戏称佢两个是大炮和。咁再讲听海南察讲完，少尉就恶高头諗下諗下，諗咗一排先另转面少少话：喂，你细声啲得唔得啊？你冇睇见呢度系咩地方？上次会议啊，你唔知同边个讲起个张广士系张士贵嘅渣斗孙仔。张大帅后尾啊，就叫马光祖私底下问咗我几次，话你讲咗两位主将乜嘢坏话，祸从口出啊！呻多两句无谓嘢得罪佢哋，值唔值啊？海南察就话啦：，哼，我睇你喺黑龙江俾人整怕咗啦，系嘛？佢哋嗰两个大炮和啊，俾人喺背后讲两句，有乜咁出奇、啊？你话马光祖问过你系嘛？佢又问过我你啲嘢咯。哼，带兵啊靠恩义嘅，呢两样佢哋两个都冇，打咗败仗。又惊住下边嗰啲人养佢啲衰嘢出嚟，搞啲眼线好似防贼咁防住我哋。唉，佢哋而家系山高皇帝远，手上又有权啦，正系一个蔡京一个高俅，
一招拳在手，便打令来行。他们日子不好过，就要防住下边那些人不满嘛。哼，蔡京高俅本到哪个啫？老子不是林冲，冇老婆被他霸占。立亲前那派见我啊，话梁仓要搬过来，话是柯贵的意见。梁仓离沙罗宾太近，皇上不放心，落了三道密谕。搬过来呢边当然是不错啦，但是离呢两个大趴和近了，多多事咁，我条气硬系挫住唔信。有咩好唔信啫？我过呢次会议实系讲呢件事。唉，我哋两个，你从乌里雅苏台嚟，我从黑龙江嚟，二奶仔又俾人睇唔起，又好正常嘅。总之以后我哋因住啲系啦。佢两个讲讲下，咁喺门口度呢又跑咗个中军出嚟。哎，相爷军门已经星座已示啦，你点解仲唔入去呀？快啲啦，快啲啦。哦，海南贼少尉一边答应一边急急脚就入咗字门口。只见后见厅前边呢，侍卫亲兵就个个手揿腰刀，目不斜视，守住两边，一派消杀景象。海南贼同少尉喺门口顶定神，就大声报告：府院招讨大军门麾下总粮管带少尉海南贼进见。过咗一阵，先听见立亲喺大厅里头讲：入嚟啦！系海南贼少尉就齐声答应。几乎是同时行入去大厅。嗱，呢度系拆经寺啲喇嘛平时念经用嘅经房，因为为咗防潮，嗰啲窗啊开得好细个，屋里头就阴阴沉沉啦。啱啱喺外边日光日白咁入到嚟，直头啊黑到好似捐咗入个地洞度咁。隔咗一排，海南贼同少尉咧双眼先就慢慢适应翻。只见东西两边呢都设有座椅，嗰啲将官各个双手动住把剑就坐喺度，木雕泥塑咁喐都唔喐。咁北边拜佛嘅地方有种大嘅供台，酥油灯碗呢就搭埋一大堆，空嘅地方摆咗个大沙盘。只见宰相立亲呢就坐喺沙盘嘅后边，喺佢嘅后边呢仲有一位五品嘅教尉，双手捧着一把上方宝剑。少尉海南贼两个人行完礼，立亲就目无表情咁讲啦：你哋嚟迟咗，错啦！喺众目睽睽之下，少尉同海南贼就坐埋左边两张空凳度。少尉冇出声就坐落啦，但系嗰个海南贼咧喺另转面就向侧边啲熟人咧伸下脷扮个鬼脸。咁拧翻转身嘅时候咧，又变得好正经。坐落之后，先见到立亲右边咧系大将军张广士，左边就系新科状元勒敏，同勒敏并列坐嘅咧，仲有个三品文官。呢、這个文官黑黑瘦瘦，但系眼神好精锐。呢阵时听见立亲就对大家讲啦：诸位，金川之战，从上下尖对班滚逃脱计起，已经打咗足足13年，到而家为止，敌我照旧系对峙嘅局面。皇上虽然高居九重，自从委我为经略大臣，几乎系三日一召，五日一命，闻讯进军嘅情形。但系事到如今，我军仲只系对大小金川做咗个合围嘅形势，两军几次接战都因为中间隔住100几里嘅草地沼泽，战斗打得唔耐。立亲我身为经略大臣，领军半年有多，未有寸功建树，真系羞愧不已啊！咁样落去，唔止朝廷唔可以容忍，就算系我哋自己，又何以对君父百姓呢？佢讲到呢度，指住勒敏身边嗰位官员就讲啦：呢位系啱啱喺北京赶嚟传旨嘅李士尧李大人，
佢仲带咗65万军饷、30万斤风干牛肉嚟犒赏三军。而家喺未计以军事之前，请李大人训示先。在场嘅将官呢，个个不由得你望下我，我望下你。是因呢度嘅军将统帅职位高嘅官居极品，至低嘅都系统兵三品参将啊。这个小小的道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场合上训话呢？只见李士尧就坐在这里讲了，兄弟是代天训事，本来兄弟奉旨去云南主理同政司，但临走的时候，皇上在乾清宫亲自召见，足足讲了两个时辰，命兄弟前来劳军。奉旨劳军用乜嘢劳呢？65万两银子系从户部前度嗰度调出嚟，从湖广繁富一路运到嚟金川，都系由兄弟我一手经办，一切衙门都唔可以经办呢件事，怕嘅系嗰啲黑心官吏短称小两黑透咗火号。我从北京走嗰时带咗三个师爷，而家带到嚟呢度就剩翻一个啦。佢讲到呢处，下面嗰班将官就开始自知沉沉咯噃。喂，嗰条友仔点解咁啰嗦嘅啫？喂，老王啊，你喺兵部当过差噶，知唔知条友喺边度选出嚟噶？喺边度选出嚟？你千祈唔好睇小佢添，系傅六爷举荐出嚟噶。哦，怪唔得佢咁大模私样啦、哼，狐假虎威啊！大无私样，但是很快脆，他们的议论声就被李士尧的说话震住了。讲到另外那两个师爷，我在汉阳码头上请了湖广巡抚的王命旗牌当众正法了。很简单，银箱装船的时候，他们乘机搏乱，装了一箱上自己那条船，那似乎是题外说话了。皇上讲过，金川沙罗宾男女老少夹埋未够70万人，朝廷前后两次兴军征伐，我军伤亡已经有30000，屡战屡败，耗资200多万两银，冇寸步之功。皇上讲到呢书啊，佢自己都喊咗，主忧神欲，主欲神死，士尧受主之遇之恩，又岂敢恩师枉功呢？故此60万两银子一两都唔少，三日之后就会运到军中。30万斤牛肉系我从同政司离金里头调出嚟，额外孝敬各位将军嘅。以此为限，如果踏唔平大小金川，生擒唔到沙罗宾，对西川盲地如果做唔到黎庭数月，我就另外送诸位老兄每人一副棺材。李士尧讲完就起身一揖，坐翻低，神态自若。哎呀，呢阵时成间大厅啊鸦雀无声，正到连只蚊子仔飞过都听得见啊。张广士就清下把喉咙讲啦，先头士尧大人讲嘅嗰啲都系圣旨里头有嘅。小金川之战，庆服固执己见，唔听谏劝，深入孤地，招致大败，我为父帅亦难辞其咎。我系带咗几十年兵嘅老红，吃咗咁大嘅亏，亦真系羞愧难当，激到我大病一场。我哋做臣子嘅讲究嘅系民死谏，武死战。金川不过系个弹丸之地，我军7倍于敌，将其团团围困，反而搞到自己人仰马翻，唔羞愧咩？实在系赢得起，输唔起啦！大家同我都系一齐刀枪雨战、断城炮斧里头碌出嚟嘅人，希望呢次争翻啖气，成全我呢把老骨头，亦成全你哋自己啦。张广士讲得好像很平静下，
在座的将官大多数都跟了他成廿多年，无论在青海、中横万里、黄沙戈壁，定是在云贵险山恶水之间，同半文对阵那种机敏果决、指挥若定的刚毅、叱咤三军的气势，似乎都在小金川一战惨败中烟消云散啊。他从来都未试过用这样平等的口气同属下讲嘢，更加不用说在言语中还带着凄凉和无奈的恳求。听着他讲说话，那些将官面上不动声色，但个心都拿住拿住咁。咁听见宰相立亲另一面就问勒敏啦：勒大人，你使唔使讲返几句咁呢？不敢，军务上嘅事学生唔懂，唔可以乱咁插嘴。我奉天子诏命，总管大军粮草，只要军中一日缺粮，就系关我嘅事啦。我已经飞递文书俾两江总督尹继善，专门挑选咗3000担靓米速运嚟金川，到时打咗胜仗就等大家兄弟大食一餐。虽然大金川一战失利，但系哀兵必胜，呢次要好好地筹划一下，趁住早春时间道路好行，喺雨季之前打好呢一仗。其他我冇嘢讲啦。呢次立亲嚟做元帅，又打唔打得赢呢一场仗呢？要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